我们看这一题，这里说哈，已知美丽啊哈，买了 X 个苹果，然后呢和 Y 个呢芒果，好，这是个数。如果苹果哈一个卖20元，这是单价；芒果一个卖5元，哦，这是单价。美丽呢共花了多少钱？共花了多少钱呢？苹果 X 个一个20元，所以他买苹果的钱是20X，买芒果的钱是5Y，这个就是他需要花的钱。好，那再我们看呢，这是 A 小题。再我们看这个 B 小题。B 小题他说哈，如果阿香哈比美丽呢少买那个三个苹果，美丽买 X 个嘛，那阿香就是买 X 减三个，哦，这是阿香买的。阿多买了四个芒果，哦，阿香多买四个芒果 ，Y 加四，哦，这个是阿香买的。那么阿香总共要花多少钱？哦，一个苹果20元嘛，买了这么多个，所以是20X 减三呢，加多少呢？5倍的哈，这个呢 ，Y 加四，哦，这个就是阿香哈，需要付的钱。